好，尊敬的长辈，最亲最亲的家人们，大家下午好。一直到今天下午才看到大家的笑脸。大家在听课也就不一样了，我觉得大家都心里都开朗了，都听得明白了。那根据课程安排呢，我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个小时的老人该怎么当。所以这是我们人生的三部曲，那姑娘呢如何当，媳妇如何当，那到底老人该如何当呢，我们老太太到底该如何当呢。所以老人呢，在一个家庭里边，他是我们家庭里边的天德心。老人呢，以德为本，一定要注重德行。一家的老人有德了，我们的后世子孙呢，都会得到老人的德行的庇佑，我们的儿孙呢，事业才能有好的发展。老人在家庭里边呢，非常的重要。我们一家的老人呢，在家里啊，就相当于是个定海神针。老人一生安安稳稳、本本分分、任劳任怨，上孝公婆，下慈儿女，这样的老人一辈子，他的孩子啊都会很孝顺他，很听话，他的子孙呢将来都会有大的发展。如果一个老人不会当老人，我们还想去，人老了还不服老，还非要去做年轻人的事，这样的老人呢就没有定位，没有站在自己的本位站道，这样的老人家里养的孩子几乎都是好吃懒做，甚至有的是吃喝嫖赌。为什么？越霸的多，越哈的多，他的孩子越败的多，他自己不知道，他觉得都是孩子不听话，孩子不干活，因为是你干多了，你占道了，他不懂。所以呢，今天呢，老人呢非常的重要，我来跟大家分享分享老人该如何当。那依云姑娘把老人的道根都跟大家写出来了。老太太要信如灰，就是我们的性格要像灰，就是我们烧造的灶灰一样。姑娘要信如棉，媳妇要信如水，老太太要信如灰。就像我这个年龄几乎都进入了老人老太太道了，我今年已经当奶奶了。所以说老他不老，说他少他不少，反正已经当了奶奶了。大家呢就开始进入老人道了，所以必须得会当老人。那老人呢性格要像灰，烧造的灶灰，那大家学了这一课回家呢都可以去试验试验。我们农村呢都有烧造的灶台，今天晚上烧了火，明天早上起来早早的起来到那灶台里抓一把火灰，放在手里摸一摸，感觉感觉这个灰是什么温度。这个灰呢它不带火，温温暖暖，不烫手，不冰人。这就是我们老太太的性子，就是老人呢到了老了不能发火，也不能冰人。那有的老太太不发火，嘴巴撅着谁都不理，看谁都不顺眼，800年都不跟儿孙说一句话，说一句话就怼一句，要么就搞一句，搞得孩子们都讨厌他，不敢跟他，不敢理他。不能过冰，也不能过热，我们的性子不能带火。但是我告诉大家，现今的老人，个个人性子都带火，要么就急，要么就躁，发脾气，经常那个嘴巴叨叨叨，叨叨叨。这个孩子不听话，那个人你怎么做，这个你怎么做，你今天怎么回来晚了，你怎么起来晚了，天天就叨叨。老人性子带火了，大家到了明天后天，我们最后倒数第二天的课程，朱老师会给大家讲五行，大家学了五行就知道了。我们老人过了60岁
多半都是进了水位了，啊，进了土位了。性如水，我们老人在家庭五行里边主土，但是在我们生活这边，我们这个五行里边它主水位，就到了水位，它就不是随便的就去发火了。所以，如果说我们老人到老了，你还去发火，性子里发火，经常发脾气，跟老头子发脾气，跟儿孙发脾气。火克金呐，你就克你的子孙，这子孙呢不是遭灾就生病，所以老人呢必须得知道自己的性子，不能发火，不能着急，不能上火。老人在家庭里边呢，第一个要学会的是让，那让什么呢？第一个是让权。当我们儿媳妇接近家门那一天起，我们就开始让权，把权力让出去。但是我们现今的老太太，别说让权了，打死也不会让，不敢让，生怕儿媳妇知道自己有多少钱，生怕自己的儿媳妇知道自己有多少房产，怕什么呢？还没有儿子跟媳妇还没有结婚，就心里想，这不能给他，万一哪一天我媳妇把我们家的财产搞走了，她卷到她不娘家去了咋办？她跟我儿子离婚了咋办？担心呐，害怕呀。告诉你，如果一个老人有这种念头，你怕什么来什么。你越怕你媳妇搞你的，你媳妇绝对偷你的，绝对偷婆家去贴娘家。如果我们老人天天想着儿子跟媳妇还没有结婚，你就想到他离婚，你这个儿子绝对会离婚。一为根呐，大家听了一天的课了，听来听去又是一为根，又到了一位跟上去了。所以老人呢，在家里当老人一定要会当老人。当我们的新媳妇接到我们家里来，我们做婆婆的都应该学会让权，把权力让出去。新媳妇过门三天是新媳妇，到了第四天就不是新媳妇了。我们老太太都会上前去跟媳妇说，哎呀闺女呀，你从娘家嫁到我们婆家呀，很多东西你都不知道，咱们家里有什么有什么，家里还有最重要的是什么啊，都会去主动的去找着媳妇啊，把最重要的东西给媳妇，告诉儿媳妇啊，这是咱们家里有多少存款，有多少房产，有多少啊，哪个地方该有多少钱，该怎么办，告诉她，妈老了以后呢，这个家就靠你来撑了，妈妈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妈妈老了以后要修自己的了，不可能再去操持家务了。我们60岁以后啊，你看看国家跟我们起的名称就叫退休，到了55岁60岁，我们男男女女都开始退休了。那什么叫退休呢？退休退休退下来就要修，修什么呢？修我们的错误的思想和我们错误的观点都要修正过来，那叫修。所以我们要学会退休。那退下来之后呢，我们不光从工作单位退回来退休，那我们从家庭里边也要退出来休。所以老人到了这个年龄了，我们就应该学会，儿子只要一接媳妇，儿媳妇进家门，咱们做老太太都要往后退，把家产所有的啊重要的东西都交给儿媳妇去办，妈妈老了，妈妈管不了了啊，千万不要当要强的老太太，也就是我平常跟大家说的一句话，飞机大炮老太太。那飞机大炮老太太是啥样呢？要强一辈子，从小苦苦劳劳的把儿女拉大，到了儿女们长大了，她还不舍得松手，她觉得儿女不行，儿女做事她不放心，那什么都得我去做，我做了我心里才踏实，他做的我不放心，这样的老太太一辈子叫操心老太太。一个叫操心，一个就是糟心老太太啊。实际上说好听的是操心老太太，实际上是糟心老太太。她的意不好，她总觉得她的儿女们没有她好，没有她有本事，没有她能耐，她要上前去主事，他觉得什么都得听我的，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这样的老太太叫飞机大炮老太太。
如果一个学了道的老人的话，回到家里就会当老人。我们首先呢，把我们家里最重要的东西让给咱的儿媳妇。不相信大家回去试。如果我们拿着真心，把嫁过来的媳妇当自己家里亲闺女去对待，你试一试你就知道了。儿媳妇进家门，到了第四天，我们老太太主动的把这些东西交给媳妇。儿媳妇啊，闺女啊，妈妈老了，以后这个家就靠你了。你看咱们家这些重要的东西都要交给你了，以后都由你来承担。儿媳妇把这些东西接过来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她心里就说不出有多么高兴。她心里就在想，我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婆婆呢？别人都说婆婆之间、婆媳之间特别难考、难处理，怎么我会有这么好的媳妇？老太太呢，这老太太啥都不要交给我，把我当成自己的亲闺女，心里暗暗的就会想，我一定要对我婆婆妈好，我要对她不好，我这一生我都对不起我婆婆，我婆婆都这样信任我，我一定要把家操持好，一定要对得起我的婆婆。媳妇呢就在心眼里就去啊，一定会相信自己的婆婆，把这些东西给她，她一定会认真的去做好，觉得婆婆太好了，婆婆是世界上最好的婆婆，这是第一个念头，就给自己的儿媳妇做了一个好榜样。这是我们的婆婆第一个要让权。那第二个呢，是要让势。什么叫让势呢？就是很多老人一辈子很辛苦，什么活都会干，家务活，做饭做菜，缝缝补补，做衣服，什么都会做。现在的媳妇，80、90后的媳妇啥也不会做，别说做饭了，洗个菜都洗不了，洗个衣服就洗不干净。儿媳妇嫁到我们家里来，这老婆婆呢总是觉得儿媳妇笨手笨脚的，做啥她都看不上啊。这个时候呢总是会在儿媳妇面前去炫耀自己，觉得自己做的饭也好吃啊，家务活做得又好，衣服又洗得干净，叠得整齐，啊，就觉得自己的媳妇啥也不会做。新媳妇一进门，老太太总会在媳妇面前炫耀：“你看看，吃，你看看妈烧的红烧肉多好吃啊！”啊，就给媳妇搞得一碗又一碗让媳妇吃。明天呢，又跟儿媳妇烧红烧鱼给儿媳妇吃。我告诉你，老太太就这样去伺候一个媳妇，天天做给她吃，天天做给她吃，一个月俩月你都做得很高兴，当你做得一年两年的时候，你就开始烦了，心里就想，别人家都接个媳妇，我们家接了一个，接一个爹回来了，啥活都不干，我天天还得做给她吃，吃还要吃好的，菜不好就不吃。老太太就开始发脾气了，为什么呢？老太太心里憋了一肚子火，觉得什么都是她做，家务活也她做，饭也她做，衣服她也洗，什么都她搞，就开始发火了。大家想了没有？你说是这媳妇的不对呢，还是老太太的不对呢？如果一个老太太学了道的老太太，当我们儿媳妇进家门那一天起，我们都要学会让势。进来的儿媳妇从那第四天开始起，就跟儿媳妇开始说了，先去给她一点好的，就是把你最重要的东西都给她，让儿媳妇感动一把，再来去领着儿媳妇去修，再把事情也让给媳妇啊，一定走上前去，哎呀闺女啊，你在娘家妈呀，你妈都会做给好吃的给你吃，到我家里来呀，我不会做呀，我做的不好吃啊，我做好了也怕你不喜欢吃，所以呢以后呢咱们家里这些饭呢、啊、菜呀、啊、都由你来做，妈妈做的不好吃。那儿媳妇肯定说，妈我不会做，我在家里啥都没做。老太太一定会笑呵呵的说，没关系闺女，你做吧，妈妈呢赶你爱吃的菜呀、啊、米呀、啊、你想吃啥妈妈给你买啥，妈妈买回来给你洗好了，你炒的时候妈妈在旁边，你炒妈妈教你，你想吃啥口味你就炒啥口味的，你就站在旁边告诉你的媳妇，先放油后放盐再放什么
哎，一炒，儿媳妇把这一盘菜炒出来之后，我们老人呢、啊，接着就该赶快去夸，拿一双筷子夹一口菜塞到嘴巴里，赶快说：“哎呀，你看看，你看看，我的儿媳妇炒的菜就是好吃，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菜。”那我们的当丈夫的赶快也上前说：“哎呀妈呀，你看看我老婆炒的菜就是比你炒的好吃。”夸呀，这所有的人都夸她，这儿媳妇心里就开始乐了，晚上拿起电话就会跟娘家妈说：“妈，你知道吧，我婆婆真好，今天我婆婆教我做的菜，我做出来的大家说我炒的菜都好吃，他们都觉得我做的菜好吃。”那明天呢，我告诉你，儿媳妇继续做，为什么？她觉得有成就感了啊，慢慢的我们这个媳妇就带上道了。如果一个老人不会当老人，处处都要强，什么都要觉得自己做得好，什么都自己做，你做得越多，你的孩子就越差，孩子啥都不会做。不相信看一看，不管是抑郁症的也好，神经病的也好，家里不说话的也好，好吃懒做的也好，父母最担心的孩子都是父母要强，父母活都干尽了，从来不让孩子干活，这样的孩子都会遭灾，要么生病，要么就不顺。原因在哪？原因因为他有一个要强的妈，这个母亲啥活都干干净，连孩子一双袜子他都跟他找好，孩子洗澡他把洗澡的衣服都找好，他在他的心目中，在他的意念当中，他的孩子不行，他不放心，孩子上个学他要把书包背上，孩子吃饭他要把饭盛好，证明他的孩子做什么都不行，都得他去做，他做了才踏实啊，那就是这样的母亲，意为根，在你的意念里，你老是觉得你的孩子不如你，你什么都跟孩子做，孩子就养成一个懒，啥事儿没有，就是一个懒，吃了睡，睡了吃，吃了就看电视，电视看完起来就自己拿好吃吃哪，这一辈子你就养了一个懒姑娘，嫁到别人家害，嫁谁家害谁家。所以呢，如果一个母亲什么都不会做，一个孩子没有办法，自己从小就逼着做饭，长大了很早就会做饭。我记得我们徐老师曾经分享过他的母亲啊，我就发现这个老人家特别的慢，做啥事都慢，半天他也动不了一下，但是别人养了几个孩子特别优秀，每到星期六星期天几个孩子回去，不管男孩子女孩子回家都做饭，都去帮他做卫生，因为觉得妈妈做得特别慢，妈妈不会做，所有的男孩子女孩子回家都帮妈妈做卫生。那现在儿媳妇回家儿媳妇做，这老太太一天到晚就坐到那儿啥也不管。我记得那一天她的小儿子结婚了，那其他的姐姐弟弟哥哥们互相的帮忙去把新房啊什么都布置好了，到了晚上开着车到酒店吃饭了，老太太就在车上问：“这往哪开呀？去哪干什么呀？”别人说：“去哪干什么？你家接儿媳妇了，你还在问去哪干什么？”到了酒店，她也不知道到酒店，她也不知道到酒店干什么。这种老太太都是最有福的老太太，什么心都不操。你看看别人家照样接儿媳妇，而且接的儿媳妇个个都孝顺，大家就知道了。所以我们这一辈子的命啊，都是自己造的。好强贪高好好的老人都苦，苦了一辈子，到了老了儿女都不喜欢你，因为你嘴巴叨叨叨叨叨叨，到老了个个都讨厌你啊，最后老人还没落得好就窝了一把火，觉得我这一辈子这么辛苦，养了儿女拉扯大了，个个都对我不好，那个也顶撞我，这个也忤逆我，都不喜欢我，最终呢还是自己害自己。所以老人呢要学会让事，把事让出去，让孩子们去做，千万我记得曾经我到我姐姐家，我姐姐今年72岁了，到了夏天放假了回去啊，去看看我姐姐，在他们家里住，我就发现我姐姐就是那样的老太太，但是我怎么说她都不听，她听不进去。我说：“姐，你这样就害你家孩子了，你不能这样子。”
我姐说啥？我姐说，我告诉你，谁要说我对我媳妇不好，我跟你急。他就觉得他对他媳妇好。我说姐，你这不叫好，你这叫害。我姐也不相信。他怎么叫好呢？他认为的好就是人世间的那种好，溺爱，他认为叫好。那老太太呢，每一天口袋里有俩钱，她就开始，因为孩子们多嘛，那每一个月逢年过节啊，什么过生日啊，过啥啊，都给她点钱。哎，她觉得给钱就叫孝，她不知道害她的孩子。那捅的这些钱呢，只要外头见的卖啥的，什么东西下来再贵她就买，买西瓜都是整车的买，就是这一班车都给你买了，你给我送上去，她都这样买。他也不知道去爱惜钱，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过日子，他就有钱全花。一班车西瓜买回家，堆到家里一房，到处都滚的是西瓜。到了儿媳妇一下班一回来，他就拿个刀一刀剁开一个西瓜，切了几块，捧着就往小那个小腿都跑弯了，我觉得。把西瓜往儿媳妇房间里抱，儿媳妇躺在床上吃西瓜，我就看出来他的问题了。到了吃饭的时候，儿媳妇看到我在那儿，肯定要觉得自己要面子嘛，啊，赶快的就假骂起来，妈让我来洗吧，我洗碗吧，你做饭了我来洗吧，去去去去，看电视去。但是他不让他儿媳妇洗，儿媳妇还没拖地，哎，不管不管，等会儿我来，你去玩吧，你们去玩吧。他都把儿媳妇赶走，我当时都看出来了，这样的老人就不会当老人。你就没有想到你70多岁的老人了，你给你的儿女多做一餐饭，你让你的儿女多亏一天的孝道。因为你儿女在家里不是说像别人去忙事业去忙工作，在家里躺在那儿看电视，你做给他吃，你想一想，你让你的儿女就亏孝道啊。你做的越多，你的孩子越亏孝道。这个时候我们人老了，为什么老人要懂得老人道？你要学会往后退。当你的孩子啊，我有一回讲到这儿的时候，我说啊，老太太要信如灰，家政一旁推，一定要往旁边退一退，不要什么都去干，该干的干，不该干的一定不要干。我讲完这个故事之后，结果底下就一个老太太就听明白了，回到家就信如灰了，坐在家里把个手一抱，他说我心如灰。后来他儿媳妇也来听课了，听完了儿媳妇就找我，王老师就是你讲的心如灰，结果我婆婆回家就心如灰了。我笑了半天，我说咋了？他说你不知道，王老师，我在这学完了，我回家了，我把我婆婆的床上的被子床单啊，被子把我的床上家里所有人的床上我都下下来，我去帮他们洗，我拆了7床被。哎呀，我洗呀洗呀，我洗得累死了，我洗到12点了，我的电饭煲还是凉的，还没有做饭，还没有买菜，我的婆婆就坐在沙发上心如灰。她说那是你讲的，我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说的心如灰是性格像灰，大家听课一定得会听。结果他回家就心如灰了，啥活就等着媳妇干，啥活都不干了。我心里想，你说你老吧，你不是太老，你刚刚60岁，就像我这样的婆婆，那回家要心如灰了，那婆婆不气，那媳妇不气死了。你想一想，你心如灰，你在家啥都不干，能别人担好了给你吃，你吃得进去吗？这不是这样的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心如灰是性格像灰一样的，不发脾气，温温火火，不去带火，不去啊管三管四。我们老人呢在家里安分，如果看看咱的儿女在干啥，如果儿女干的事业那么忙啊，每一天又顾孩子又去那个，我们做老人呢在家啥活都不干，你觉得过得去吗？我们肯定要上前帮一把。这个时候看到儿媳妇洗那么多的衣裳，我们老太太赶快到了电饭煲去抓一把米，擦的蒸个米饭也累不着你，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去帮帮忙啊，这不用说了。你不发脾气，你干活不发脾气，你就心如灰了。你回家说不干活，你心如灰了。
哎呀，当时讲完了，我心里想，在以后讲课一定把这一段讲明白，大家听不明白。如果说，换一句话，如果说我们七十多岁了，我们不是像我这个年龄，五十多岁你在家信如灰了，你能行吗？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或者六十多岁以后了，实在是身体已经很老了，我们也干不了啥了，我们尽量往后退，不要上前。如果家里有人，我们一定要让他们去干。比方说吃完饭了，一家老少都吃完了，老人家一定稳着坐在那儿不要动，让孩子来捡碗。不要太勤快，孩子没吃完，老太太慌的就把碗捡了，不行。这个时候即使你能动也不要动，因为家里有人。如果说咱们家里没人，这个时候媳妇赶着要上班，抓紧时间赶时间，我们老太太就哎呀赶快让媳妇走，咱们在家里收拾收拾，一定要看火候啊，不能说随随便便的就是这样子。还有呢，我们的老人呢就说一定要知道，特别是早上，老人到老了口水少睡不着觉，早上呢就起得特别的早，我们呢也要学会。如果七十多岁以后的老人，我们到了早晨，特别到了冬天，我们该起早床也不要起早床，即使醒了我们在床上躺着或在床上打打坐也不要起来。为什么？尽量去培养孩子，让孩子起来做早餐，他做给你吃，他有功啊。大家听了这一天的课了，行孝就是天命，行孝就有功，到哪去做功呢？就去行孝道。你没有行孝，你想做功做德，你没有德呀。功德在哪做？伺候老人就是功德。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尽量的去起来晚一点，看看听听我们的儿女们都起来了没有。他们起来了我们就不要动，让他们先起来，等他们到厨房去把米啊面啊什么都煮好了，我们歪歪歪歪再起来。我们起来之后，我们自己去溜溜溜溜腰啊，转转锻炼锻炼身体，不要直接进厨房，让孩子们做，给他机会让他们做。如果说孩子们特别忙，孩子们啊工作企业事儿特别多，我们做老人了呢，我们在家里一定要帮一帮，该做的要做。还有的老太太呢，觉得自己好心啊，儿媳妇跟儿子起床，这老太太一溜就钻到儿媳妇房间去了。儿媳妇就很讨厌这样的婆婆，钻到儿媳妇房间里去干嘛呢？觉得自己看看我对你多好，我比你妈对你还好。前脚儿媳妇还没起床，后脚她就把被子搂出去跟别人晒被子。你说这儿媳妇讨厌呢？有的时候儿媳妇懒啊，头一天干活回来特别累，晚上洗澡的时候内裤就不想去搓她，搞到小盆泡在那儿。那老太太一溜进去一看，儿媳妇的短裤放在那儿，拿着肥皂搓搓搓就搓到洗了。你说你是在帮媳妇是在害媳妇？一个老人去帮你的媳妇洗内裤，你让你的儿媳妇败德呀。虽然你在帮她，实际上这个时候你就在害她。所以我们当老人呢，一定得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该往后退的一定要往后退啊，这是老人学会让。那第二个呢，是我们老人呢要学会什么呢？要学会夸。老人家在家庭里边，比方说这个家里有三个儿子，有三个媳妇，老人呢一定要学会夸媳妇。逢着大媳妇我们就夸大媳妇，逢着二媳妇就夸二媳妇。千万一个老人一定要切记，不要在大媳妇面前去骂小媳妇，不要在小媳妇面前去骂大媳妇，因为这三个媳妇都是外来人，你在他的面前只要骂一个媳妇，那个媳妇就心里想，你当我面还在骂我大嫂，那你背着我你还不是要骂我，你当我大嫂的面一定会骂我。人呐，他都会想，告诉你到了最终，你三个媳妇没有一个媳妇喜欢你，都讨厌你。三个媳妇一碰面碰到一起就说我那婆婆怎么怎么的，一开会我告诉你，年轻人很快他们都可以交流，就知道你这个婆婆没当好。所以老人呢要会说话，逢人都夸。那见着我们的大媳妇呢，我们就说哎呀，别人说哎呀老太太你看你大媳妇多漂亮多好啊，那老太太赶快说哎，是啊是啊，我大媳妇就是好，我大媳妇这一生就是我大媳妇对我最好。说呀，
那二媳妇也没听见，你夸一夸，大媳妇在旁边听到，下一次会对你更好。啊，不要别人说你大媳妇好，你还在后头说，哎呀，我那两个媳妇对我也好。你看看，你这一句话一说，大媳妇在旁边听到了就得罪了。所以一句话呀，你会说话，你可以把一圈人都蒙到了；你不会说话，你得罪了一圈人。本来大媳妇都对你挺好的，大媳妇心里咋想？本来三个媳妇之间是我对你最好，别人在夸我的时候，你还把那两个媳妇扯出来，那两个媳妇压根就对你不孝顺，你还要说她对你也好，你不是在说假话吗？第一，儿媳妇对你的说话就打了一半，给你打个叉，就觉得老太太说话不老实，不实际，说假话。第二呢，大媳妇心里就对你不满意，我对你那么好，你还在外头说你那两个媳妇好，算了，以后我也不对你好了，让那两个媳妇对你好吧，就不对你好了。所以老人呢要学会夸。那逢的儿媳妇跟我们买什么东西，不管是买什么东西，我们都要学着夸媳妇。我记得曾经我们有一个学传统文化的一个老师，他是天津人，嫁到了我们的湖北，我跟他在一起，他呢从北方嫁到南方，我们南方没有暖气啊，到了冬天呢都会穿上羽绒服，特别的冷。那她的婆婆呢就跑到啊大的超市里边去给她的媳妇买一件羽绒服送给她的媳妇，那媳妇呢就特别的开心，每一次出门呢，这媳妇都会把婆婆买的这一件羽绒服穿在身上，一走出来呢我就会问，哎呀，我说你这件羽绒服挺好看的，怎么这么会买，谁买的？那媳妇就会拽着这羽绒服给我看，这俺婆婆买的。你看看，媳妇也会夸婆婆。那当我们的这个媳妇呢回娘家天津，那北方呢有北京布鞋、绣花鞋，北京的绣花鞋特别好看。那当媳妇回到这个婆家之后呢，就会从娘家里给自己的婆婆上街买一双绣花鞋，回来就送给婆婆，妈呀，你看我给你买了一双绣花鞋，好看吗？哎，老太太穿到脚上，左一看右一看，说，哎呀，好看好看，太好看了。以后呢不管到哪儿，这个媳妇这个老太太都会把媳妇跟她买了这一双布鞋穿到脚上。我记得有一年过年春节，阴天，外头呢下着小雨，这老太太左穿右穿就要穿那一双布鞋，那媳妇就后头说，妈，今天下雨了，你别穿那布鞋了，换一双鞋吧。老太太说，没事没事，我就喜欢穿这双鞋，我就要穿这双鞋。为什么？因为老太太聪明啊，这老太太会当老太太。因为马上跟着儿媳妇儿子一家人要回老家，要去走亲戚，所以老人家一定要穿这一双布鞋。到了回到老家的老乡一个村里边都是自己的过去的老家里人，这老太太走到哪眼睛都不抬头，老是盯着她的一双鞋看，那别人一看她看脚，别人也看她的脚，那一看脚就知道她脚上穿的一双绣花鞋好看。那逢人都问老太太，哎呀，你这绣花鞋真好看，谁买的？这老太太都会把脚撑出去，俺媳妇买的。哎呀，一个村里边都知道他们家有个好媳妇，这好媳妇的名声传出去了，久而久之这个媳妇越做越爱做，久而久之连睡觉我们这个媳妇都陪着婆婆睡得一头。一个农村的婆婆，一个城里的媳妇嫁到一个农村的婆婆，睡觉跟她睡得一头。半夜农村上厕所不像我们在家家户户都有卫生间，那农村的厕所都要打着电筒跑好远，半夜老太太起来去上厕所，儿媳妇赶快爬起来陪着她的婆婆去上厕所。当时我就知道了，所以我经过了这样的事就让我知道了，我讲老太太道该怎么讲。老人呢一定要学会夸，逢人都夸自己的媳妇好，不管咱的媳妇好和坏，就咱媳妇再不好，比方说咱家接了一个懒媳妇，出门千万不要说她懒，逢人都夸，别人说，哎呀，你媳妇怎么样啊，逢人都夸，俺媳妇挺好的，俺媳妇在家里啥活都干，又拖地又洗碗又做饭的。实际上你媳妇在家啥都不干，你只要到村里边见人都说你媳妇好，
久而久之呢，你说多了呢，村里人都知道你家娶了个好媳妇。哪一天你的媳妇一从家里出外出门到村里去，别人都说，哎呀，你真是我们村里最好的媳妇了，你婆婆昨天还在夸你呢，说你在家里又干活又做饭又洗衣又做饭。那媳妇一听傻眼了，没有啊，我在家啥活都没干，我也不会做饭，我也不会洗衣，都是我婆婆做的。嘴巴不说出来，心里就开始犯嘀咕，心里想，完了，我就这样懒，我没有帮我婆婆做一分钱的活，我婆婆在村里老跟别人说我是个孝顺媳妇，下一次啊，我做假我也得做，我再也不能躺在床上让我婆婆伺候我，我得做假，就开始假妈的去做。我告诉你，假做做着做着就做真了，到了最后这个婆婆这个媳妇就会做家务了。这就是老人最要学习的，最要注意的，不要嘴巴挂着一个媳妇说她怎么懒，怎么好吃懒做，怎么接了一个什么爹回来了，啥活都不会干，还得我伺候她，还得我跟她坐着吃，出门都说媳妇的坏话。我告诉你，你就说吧，你说的越多，还是我早晨讲课的那一句话，意为根。你就输逆意念嘛，你就意念你的媳妇是好吃懒做，告诉你她将来不好吃懒做，对不起你。所以大家一定要学明白，要学会夸媳妇。当媳妇儿媳妇跟我们买一件衣服给我们，我们呢都会穿的儿媳妇买的这件衣服。如果说媳妇买一件衣服，姑娘买一件衣服，两件衣服同时给我们了，我们当婆婆的说话一定要注意，走出去一定要穿媳妇买的那一件。别人都会问，哎呀，老太太你这衣服这么好看，谁买的？俺媳妇买的。就是是你闺女买的，你也要说是你媳妇买的，这样子儿媳妇心脸上就有光，下次还会给你再买。如果说你这老太太要强，觉得自己养了一个有本事的闺女，一出门穿着闺女买的衣服，走路都脖子都扬着，觉得仗势，仗着有个好闺女，出去都说俺闺女买的，俺的衣服都是俺闺女买的，我告诉你，就你这一句话，你媳妇只要听进去了，就会生你的气。就是你闺女好穿，我给你买的你都不穿，都是让你闺女给你买，那以后就让你闺女买，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给你买了。好了，你就等着吧，你就嘴巴开始生气了，肚子里开始憋火了，一天到晚都跟你娘家 妈买，都不跟我买，我为什么不跟你买？因为你不会当老人，他对你有意见了，不跟你买了。还有的老人呢怎么样呢，就是嘴巴唠叨。当我们的儿媳妇好心好意跟他买一件衣服送给他了，他不会说话，走出去了，别人村里人问，哎呀，老太太你看你这件衣服买的怎么这么好看呢，这个儿媳妇会说啥呢，这个老太太会说啥呢，老太太会拎着衣服会说，啥好看呢，都水货，你看一说媳妇跟他买的衣服是水货，村里人呐，传好话他传不快，坏话传得特别快。啊，今天不传，明天哪一天你媳妇走出去了，旁边那个人就会说：“哎呀，你看看，我觉得你这个媳妇还挺不错的，你还帮你婆婆买衣服。那一天碰到你婆婆穿的那件衣服，我觉得挺好看的。结果你婆婆说你跟他买的水货，就这一句话传到你儿媳妇耳朵里去了。”儿媳妇从今以后再也不帮你买衣服了，心里想，我给你买了，你还说我买的水货，下一次水货都不帮你买，看你还要不要，啊，糟糕了，没有了，对不对？所以老人都会当老人，一定要夸儿媳妇买的水货，见人都夸，哎呀，这是俺媳妇花了几百块买的，俺媳妇在专卖店买的，俺媳妇都是赶名牌跟我们买。你说的越多，你的儿媳妇越惭愧，啊，久而久之，下一次你的儿媳妇买衣服不敢在地摊上给你买了，一定会到专卖店给你买。所以这都是咱们自己要学会怎么样去跟婆媳之间搞好关系。那还有呢，刚才我讲了一半，就是我们老人呢，老了呢，一定要不要做飞机大炮老太太。飞机大炮老太太很可怕，走到哪炸到哪，啊，走到哪一家就炸哪一家。
那我有时候我就会跟大家打比方，怎么比方呢？我们老了，人老了，就相当于我们60年代开的拖拉机，啊，一开上那马路上去，通通通，半天通一下，它开不快。那现在呢，都高科技，我们的车子什么宝马车呀、奔驰车呀，一上去高速一按喇叭，滴滴一脚油门都跑很远。那我们人老了，就相当于你开的是拖拉机，你呢还不服老，你偏偏把拖拉机开到高速上去。你说我行，我行，你们都不行，然后你就把拖拉机开到高速上去，你在前头通通通，你开的又慢，你儿子后头开个宝马车按喇叭，怎么按你都不让道。那怎么办呢？那儿子只有在后头等着，等着你开一节他就等一节，开一节可以睡一觉。这就是老人不让道，所以老人要明理了，我们赶快把拖拉机开到旁边去，别上高速，让儿子过，儿子一开出去就上道了。儿子你不能赚的钱，你儿子给你赚回来。所以我呢有时候就在想，我们这一辈子没有赚完的钱没关系，那钱还在那井里存着的，你没有赚完的，你的儿孙会跟你赚，你要把钱都赚完了，到你的儿孙都赚不了钱了。所以大家一定得明理，我们呢不能当飞机大炮老太太。那这样的老太太她有什么特点呢？要强啊，经常呢，今天呢啊，觉得自己养了几个儿子很不得了了，到了大儿子家进门就开始挑毛病，一进到大儿子家看大儿子搞几个人在那打麻将，这老太太就开始发火了，指着儿媳妇就开始说，你看看你有什么用啊，一天到晚你让他在那打麻将你都不管他，一天到晚的打麻将，就去吵他的儿媳妇，说儿媳妇不管丈夫。儿媳妇这一句话，儿媳妇握着一肚子的火，你在这儿儿媳妇不说话，等到你一走，这老太太到了家里扔了这一个炸弹扔给了媳妇，媳妇气得憋着一肚子的火，这老太太管不了儿子，儿子不听他的，他说儿子，儿子压根就不理他，还照样搓麻将。他把炸弹扔给了媳妇，扔到这个家里来，他看也管不了，挑头就走了。那你一走，老太太一走，儿媳妇等到丈夫麻将桌一下场，媳妇就开始在儿子面前就开始大吵大闹，就是你那死妈，你天天赌博，你妈还来怪我，你自己你的当爹妈的都没有管好，你还来说我没有管好你儿子，就开始背后跟自己的丈夫吹枕头风，跟丈夫吵架啊，两口子一吵吵起来了，吵起来日子过不了了，离婚，离婚孩子就没人带，当两个人一离婚，这老太太就左手牵一个孩子右手牵一个孩子，为什么？都是老太太扔炸弹炸的，如果老太太会说话的不这样去说话，儿媳妇压根别人在家做饭丈夫再打点麻将不会生气，就是老太太那一句话点的火，两口就吵架。那明天呢就不在大儿子家，到老二家里，明天呢老太太气冲冲的就到老二家里，今天到二儿子家，儿子多嘛，那走到楼底下呢一看呢，这儿媳妇在广场上跟别人跳舞，被老太太撞见了，这老太太的火大，掏起电话就跟儿子打电话，你在哪儿了？你赶快回来，告诉你，你知道吧，你老婆在广场上跟别人男人搂着在跳舞呢，一个电话打到儿子，儿子没有看到到底是咋回事，不知道跳广场舞，那儿子心里也开始想，这个死女人，我不在家里还在外头找野男人，这儿子在那工作也工作不放心啊，慌里慌张工作半深更半夜掺回来，回到家里门一插就问媳妇，你跟我老实交代，你昨天晚上跟谁跳舞了？你是不是跟那男人上床了？你是不是跟了别人了？非要逼着媳妇认账，这媳妇压根就没那回事，媳妇觉得我白天干一天的活，晚上在广场上跳跳广场舞有啥呢，那上烂药，这老太太就扔炸弹炸到二儿子家里，这二儿子逼着媳妇非要媳妇承认，媳妇觉得没有做啥，这两个人媳妇觉得委屈，一气之下把孩子甩下来，两口子闹离婚回娘家了，又留一个孩子给老太太，这老太太左手一个右手一个牵着孩子说我苦啊我苦啊，
这些没良心的都跑了，孩子也不要了，就你那死妈又在孙子面前去骂他的媳妇，媳妇不好，你爹不好，你爹妈都不管你，都让我来管你，又在孙子面前去骂自己的儿子媳妇，飞机大炮，老太太走到哪炸到哪，炸到所有的家庭都不能安宁。儿子家炸完了就炸姑娘家，这两个儿子都闹了生气啊，他没地方说呀、啊、他找姑娘啊，叫姑娘跟他做主啊，让姑娘去跟他撑腰啊，明天就跑到姑娘家里去，一进到姑娘家看到姑娘又做饭又拖地又带孩子，这当娘的就心疼姑娘，看看姑娘的脸就说，哎呀你看你怎么最近一段时间怎么瘦这么狠呢、啊、啥活都让你一个人干，他怎么啥活都不干，你要这样的男人干什么，一天到晚都让他上网，你怎么不管他呢，怎么不让他来做饭呢，怎么他不帮你洗衣服呢，这老太太就在后头教自己的闺女，这闺女本来别人在家里干活挺乐意的，两口啊，一个干活一个上网，大家都没有什么，就老太太那一戳一说，那儿媳那姑娘一听，是啊，我妈都觉得我瘦了，我妈都觉得我挺苍老的，我在这个家里好委屈啊，什么活都是让我干，我丈夫啥都不干，这所有的窝着一肚子火，妈妈一走，这闺女就找女婿，就说女婿一天到晚上网，在网上聊天上网，两口子打架吵架，所有的事都是我们做爹妈的不会做啊，当飞机大炮，老太太走到哪炸到哪，炸的所有的家庭都不安宁，这样的老太太就叫不守本分的老太太，就觉得自己要强，就觉得自己能干。告诉大家，如果一个学了道的老太太，有德行的老太太，我们呢善人书里边有这样一句话，一个老人如果天天盯着儿女的缺点去看，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个老人的德行不够，你的德行不够，你去看儿女的错误和缺点，当一个有德行的老人从来不看儿女的错误和缺点，孩子们没有做好的老人都过来，大家可以看啊，老太太的道根就是兜满家，姑娘是提满家，媳妇是拖满家，到了老了叫兜满家。那什么叫兜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儿孙儿女的所有的错误和缺点我们老人都要兜过来，说是自己的错，自己的德行不够，自己要是有德行了就不会感召这样的儿孙了，有这样的儿孙都是我们的德行不够，这叫兜满家。所以大家一定都知道，我们的老人呢要学会夸自己的儿媳妇，比方说咱的儿媳妇在外头真正的被你抓到了，在外头找了情人被你看到了，老人也不能说出去，心里默默的就开始回来，自己啊当老人呢跪在自己家里佛堂里，或者跪在自己家里客厅里，跟自己家里老祖宗磕头，老祖宗啊我错了，都是我这个婆婆没有德行，我这个老人没当好，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儿媳妇出去做这样让老祖宗蒙羞的事呢，那都是我这个婆婆没做好，跟我儿媳妇没有关系，磕头啊，跟老祖宗磕头，人管不了天管得了，媳妇呢慢慢慢慢就会收敛自己，再也不会做那样的事了，老人呢所以一定要学会去帮助自己的儿媳妇，儿媳妇做错了我们发现了，我们不要去跟她戳穿，一定要去帮助自己的儿媳妇，用智慧去带着自己的儿媳妇改过啊，这是我们当老人必须要知道的，老人要学会斗，另外呢我们老人呢在家庭里边一定要学会乐，逢人都乐，见到谁都乐，见到谁都笑，不要每一天伤着个脸撅着个嘴巴，看到谁都不顺眼，看到孙子骂孙子，看到丈夫骂丈夫啊，看到儿子骂儿子，觉得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行，这样的老人呢都是克子孙的，所以老人在家里有事无事都哈哈乐，不管儿媳妇说的好的坏的骂你的，你都要装聋装瞎哈哈乐，咋乐啊，有一天一个老太太就来跟我说，汪老师啊，
你说我乐不起来咋办呢？我儿子跟媳妇结婚以后到现在一分钱都不赚，就吃我在退休工资，啥活都不干，吃了睡，睡了吃，白天睡觉，晚上上网。我说那你咋办呢？那你问我，我知道你咋办呢。我说我知道一个方法，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做。他说王老师，你告诉我咋做。我说咋做？装聋装瞎，你能做到不？他说我能。我说从明天开始回家，你听我的。他咋做呢？我说我告诉你，回家呢，因为老了，老人人老了一定要退休，退下来一定要休，不管你学什么，你学马列也好，你学雷锋也好，你学毛泽东思想也好，你学道教也好，你学佛教也好，学基督也好，你都要有一个修行啊，都要有自己的目标，一定要修正自己。他说那我就跟着老太太们去念佛吧，学佛吧，好啊，学佛好啊，佛是为众生为人民服务的，那学佛有什么不好呢？学佛学道学一切教都是为人民服务，为别人不为己，你都可以学哪一门都好。我说你要是学佛的，我就告诉你从明天开始你别做饭了。他说那我咋搞呢？我记得我有一回出去了，我出去了七天回来，我们家里锅上的碗都长毛了。他说那碗走了七天就放了七天都长毛没人洗。我说那因为他还觉得你还活着的，因为你平时都会干，觉得他不洗等你回来你还会洗。我说我教你一个方法，你照着我说的去做。他说那我怎么做？我说从明天开始你就装聋装瞎。他说我怎么装呢？我说我告诉你，只要到了吃饭的时候，你就赶快往你炕头上一坐，床头上一坐，两个腿一盘，闭上眼睛，叫他大声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说那我念念怎么念呢？念了最后他们吃饭了没饭吃怎么？别管。我说你只管念，不管什么时候他来喊你，你都不要回答他，不要睁眼睛，闭上眼，装聋装瞎。真的，到了该吃饭了，十二点了，他的媳妇就回来了，跑到厨房一看，锅也是凉的，碗也是凉的，没人做饭，到处找妈，然后房门一推开，妈，几点了？你怎么还没做饭呢？我说你别回答，千万不回答，不管他说什么都不回答他，不理他。那他再问了，问十遍、二十遍、三十遍，你都不回答他，你装聋，你装傻。他说好，我做到了。他就坐那儿，他说妈，你怎么不做饭呢？十二点了不理。妈，你几点了？你怎么还不做饭呢？不理。连问三遍，这老太太还是闭上眼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媳妇心里就想，完了，这老太太不知道在哪儿学了一句阿弥陀佛了，回来啥都忘记了，问他啥他都阿弥陀佛。这疯了，神经了，做不了饭了。这不能指望老太太，老太太从今以后都疯了，你看做不了饭了吗？啥都阿弥陀佛了，算了，我得自己做。跑到厨房准备自己做饭呢，一到厨房不知道米在哪儿，又回来了，妈，我们家的米在哪儿了？你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急了，这儿媳妇急了，这老太太怎么疯了呢？怎么问都阿弥陀佛，米在哪儿也阿弥陀佛，菜油在哪儿也阿弥陀佛。傻了，这俺妈傻了，这从今以后再也跟俺做不了饭了，回家吧，还自己找吧，跑到厨房里，米也找到了，油也找到了，你看看，你只要装傻，他没有指望了，过去他老指望你。这老太太就去做，媳妇就去做了，不管好不好吃，自己做自己吃，你就不用管他了，对不对？所以你就在那装傻，等他们都吃完了，又出去上睡觉了，去玩去了，就玩游戏打上网了，你就躲到厨房去卯吃一顿，吃完了回来，到了吃饭间又坐那儿。我说你就这样连续七天、二十天、十天、半个月，你就老装傻，只要他问你话，你都阿弥陀佛。你记得，不是光做饭问你，就是平时的问你他的衣服在哪，他的鞋在哪，你都阿弥陀佛。傻了。他觉得哎呀，我妈疯了，俺妈傻了，就谁教他的一句阿弥陀佛，他啥都是阿弥陀佛了，就行了。所以啊，老人往后一退呀，儿女就往前一进。老人站到了，我问了老太太，我说老太太，你告诉我你今年多大了？王老师，我今年都68了。我说我到你今年18呀。
你六十八了，你还在跟你儿子伺候，你儿子吃啊喝，你伺候他越多，他越亏孝道。所以呢，一定要养成孩子，让孩子自己自立。你要装傻，你太能干了，你这一辈子太要强了。老头子很早都死了，他一个人把守寡把儿子养大，养大了接了媳妇，从来都不管他。你看这老太太吃完吃饭洗碗什么都得跟儿子做好，一餐不做儿子就骂他打他。我说你一装傻，你一傻了他啥也不指望你，他也不会打你了，就装聋装傻。所以人到老了一定要装点傻。我们呢不是真傻，是眼睛看到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说，少说话多干活，只要说觉得这个活是合理的就去干，不合理的放烂也不跟他干，不要去管，往后退，这就是老人啊。再一个呢，我们老人呢在家庭里边呢还要学什么呢？我们老人呢最好的是还要学会定。人到老了，我们这一辈子大家学了这一七天的课学完就知道了，我们这一辈子什么都不重要，德行最重要，积功累德啊，修行啊，自己的德行越厚儿孙才能好。你这一辈子你给儿孙再多的钱财都没有办法去弥补你孩子的德行，都不能让你儿女将来能够啊，你这个家族能够啊兴旺发达。只有去积德，积阴德庇佑自己的子孙，这是我们老人必走的一条道，最重要的一条道。那到了老了呢，我们老人除了去积德积功累德，去做德做善，去做义工，去服务别人，另外呢老人在家庭里边一定要做一个定啊，定定着自己的心性，不能跑念。那我在讲定的时候呢，很多学员呢都听不懂什么叫定呢。不管家庭发生什么样的事，我们的老人的心一定定住自己，没事啊。比方说孩子摔了一跤，我们的老人心里不要去心疼孩子，哎呀比如说哎呀不行了摔坏了，不能有这种念。那我们老人只要孩子不管是事业上工作上婚姻上出了问题，我们所有的老人都要学会定，没关系，只要我这个老人有德了，我的儿媳妇跟我儿子一定是会和好的。定住自己的志向，或者说咱们的孩子有病，我们的当老人呢要学会定，定住自己，没关系，只要我老人有德了，我的孩子的病一定能好啊，就用这种志去定，定住自己的志向。在这儿呢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在我很早的时候，我三十多岁我就看了一本书，那个书呢叫陈印老人，这个老人是哈尔滨的啊，现在大家可以还找得到啊。他的儿子呢是铁路上的，好像是在铁路上当一个什么领导吧。他的小儿子呢叫犟牛，这个老太太活到108岁。我看了他的一本书啊，当时呢对我的启发特别的大。那个时候我是很早的时候看了这一本书，到现在我有时候遇到事我都会想到这个人。这个老太太呢非常的有智慧，这个老太太呢活到108岁，因为她的脚呢非常小，就只有这么长的小脚，老太太脚特别的小，过去打了裹脚的，包了脚的。有一天呢他们那个地方呢发了洪水，村里人呢就回来喊，就告诉他，碰到他的大儿媳妇，就告诉他大儿媳妇，他说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你们家老四啊也就是犟牛啊被大水冲跑了。这大儿媳妇一听到人回来报信说他的四弟被大水冲走了，这大儿媳妇慌里慌张就跑回来，就告诉老太太，推开老太太的房门，告诉老太太，因为老太太小脚从来不出房大门，只是在家在房内啊缝缝补补啊，为孩子就操持一些家务，从来不出远门，不出她的房子的大门。老太太非常有德行，
老太太的定功特别深，这个老太太一生就学佛，她念佛。那一天呢，她的大儿媳妇就慌里慌张跑到房间去喊：“妈妈，不得了了，江流被大水冲走了。”这老太太，实际上老太太啥都知道，老太太定功特别深，老太太在那个瞬间，老太太就不接她媳妇的茬，你说冲跑了她不接茬，这老太太就开始撞聋。这媳妇告诉她：“妈，犟牛被大水冲走了。”老太太说：“啊。”媳妇又说：“妈，你的老四被大水冲走了。”她说：“啊。”她就啊啊了三次五次，大媳妇就烦了，觉得这老太太耳朵有聋，跟你说你也听不见，算了算了，不跟你说了，跟你说你儿子冲走了，你老实的人啊啊啊。大媳妇就走了，不理他了。这样子呢，就在家里过四天。四天之后呢，到了第四天的早晨，这个小脚老太太在床上盘着腿在那念阿弥陀佛。那念着念着自己就知道了，老太太有智慧，她有定功，她就去喊她的大媳妇。大媳妇到这儿来跟她打洗脸水，她说：“去去开门去。”大媳妇说：“开门干什么？”“犟牛回来了，打把门打开，犟牛回来了。”他媳妇心想：“老太太想你儿子想疯了，你儿子被大水冲走了四天了，怎么可能还回得来呢？”然后这老太太还说：“去噻，叫你去开门你就去开门，我跟你说犟牛回来了。”他媳妇说：“你想你儿子真的是想疯了，跟你说了你儿子被大水冲走了四天，哪可能还会回来呢？”老太太还是不依不饶的让她的媳妇去开门，媳妇就一气之下：“开开开，我把门打开看看你的儿子在哪儿，你不是想你儿子想疯了吗？”那大儿媳妇就一赌气就把门打开，一推开一看，地下趴了一个人，翻开脸一看，真的是他四弟回来了。他的四弟被大水冲到下游，被一只横着的大树冲倒的大树横着挂在树枝上，没有冲走。等到水退了，他的这四儿子就爬到那个岸上，卧了四天没吃饭，没有劲儿走回来，爬回来的，爬到门口一到家就晕死过去了，死在门口了，就晕到门口去了。这大儿媳妇一看是他的四弟，赶快把他抬到家里来，换换衣服，跟他把被子捂上，然后跟他烧点米汤灌一灌，这老四就醒过来了。为什么？我讲这个故事告诉大家，一个有德行的老人不会随便去起心动念啊！要如果说是我们没有修行的人，我们没有智慧，别人说自己儿子被大水冲走，又哭又闹就开始了，那你的儿子就死定了。所以我们遇到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当老人的一定要定海神针，定住自己，不会的，只要我老人有德行，我的儿子一定会回来，就这一个字，你的儿子就走不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要跟大家说要托满家，怎么托，怎么意，意念很重要，就这一个意你就可以帮一个人。还有我们汶川大地震，我记得有一个地方，我虽然不看书，我只是听说，我说的不太清楚，大家可以下去查一查，说有一个女的想她的儿子，从很远的地方，她儿子在汶川大地震在那儿地震了，他的母亲地走，走到那么远，走到汶川大地震，所有的死人都是去扒他的儿子，心里就一个念头，我儿子不会死的。结果在那儿扒了多少个小时，最后他儿子真的没死，这就是义。所以呢，我们老人呢，到了最后一定要学会定，定能生慧，你有定功了，你的智慧就出来了。不管遇到啥事儿，到你老太太面前不说话，你都知道该怎么处理。所以老人在家里呢，一定要知道对面人的道，所有的儿女，每一个儿女的心性你都得摸得清清楚楚，他到你面前不管说什么话，你都知道他的意思是干什么，但是不要去戳穿他，一定用心用意来托着你这个儿子。所以老太太要兜满家，在家庭里边不管哪个孩子哪个孙子犯错误了，我们当老人的都要去夸他啊。比方说我们的孩子不爱学习
啊，爸爸妈妈都去工作去了，我们在家带孙子，我们呢都会上前说，哎呀，大孙子，逢人都夸孙子，不要去嘴巴老是放在孙子，孙子不爱学习，不爱怎么样，不要说孩子的不好，当奶奶的学会夸，你看我的大孙子就是孝顺，我的大孙子就爱学习，你看看我的大孙子字写的多好啊，写的不好你也夸他写的好，那大孙子慢慢的就爱学习了。每一次回来我们当奶奶说，哎呀，大孙子来来来，把你的作业给奶奶看一看，看我的大孙子的字写的多棒啊，那孙子当把本给你的时候，我们打开本说，哎呀，我的大孙子进步真大，这字一天比一天写的好，夸呀，夸一夸，孙子心里也高兴啊，从今以后就喜欢奶奶，奶奶说什么他就高兴，哎呀，告诉孙子，哎呀，孙子，你要是这一撇再写好一点，你就更棒了，啊，你这个字写的太好了，大孙子心里就高兴。还有呢，当我们的孩子犯错误的时候，我们奶奶呢，不要在面前去说狠话，啊，奶奶不会当的时候就会说，你看看，这么好的花瓶被你打破了，告诉你，等你爹回来，我告诉你爹揍死你，啊，你就在孩子面前去上烂药，那孩子在心里就开始记恨奶奶。老不死了，一天到晚都在我爹面前上烂药，让我爹揍我，恨你了，恨你他就不听你的，啊！如果我们呢，啊，我们的孙子把大花瓶打破了，那爸爸回来问着谁呀？谁把我的花瓶打破了？我们老太太赶快上前，哎呀，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我做过一次那不小心把花瓶打破了。大孙子心里想，哎呀，就是我奶奶对我最好，我这一辈子都感恩我奶奶，不是我奶奶，我爹肯定要揍我。心里就感恩奶奶，以后呢，当奶奶老了，到这儿来学习传统文化了，只要你在大孙子面前说一句话，大孙子一定听你的，因为大孙子在心里一直都感恩奶奶，觉得奶奶是世上最好的奶奶。那我们的大孙子都会说，哎呀，奶奶说，大孙子走，陪奶奶到那儿学传统文化吧。大孙子肯定说，好，我就要陪我奶奶去。那你一来学，你大孙子也跟着来学了。所以呢，老人如果有德行，你所有的孩子，你说什么孩子都听你的，啊，这就是我们老人该如何当。因为时间关系的，我又讲超了，好，那就再抓一点点几分钟啊，不占用大家时间。老太太道呢，我就讲到这儿啊，时间关系不能再去细讲，啊，就讲到这儿。那接下来就老爷子就问了，你老在讲老太太该如何当，那我老爷子该如何当呢？实际上老爷子没有什么好讲的。我告诉大家，男人呐，这一生当中比我们女人多修500年。你别看女人再强，强不过男人。啊，男人呢，他有阳刚，男人有自己的啊，他跟我们多修500年，他随便学一点，他都比我们女人强。啊，为什么他是男人呢？我们为什么是女人呢？所以老爷子呢，啊，刚才我们朱老师已经跟大家讲了，我们的丈夫要性格要像太阳一样，温温暖暖照满家。你的太阳，你天天不当太阳，你天天搞个今天下的冰雹啊，明天再下的搞着阴天呢，你家里搞得鸡犬不宁。所以当丈夫的一定要当好一个太阳，我们的家人走到哪你就照到哪，温温暖暖照满家，这是我们当丈夫的。那当了丈夫到了老了该当老爷子了，老爷子要心如空，金也空银也空，那玉云姑娘跟大家写好了，那就不用我讲，大家一看就明白，什么都带不走，你这一生所作所为，你黄金万两，你死了半点都跟你没关系，你带不走，唯有去积德行善，必有你的子孙，这是你唯一的出路。一个有德行的老爷子，不用去说，也不用去跟他们讲。大家过去呢看过电影啊，就是我们在电影里边看过啊，说过去的大户人家那些老爷子，佣人们一看老爷回来了，那所有的佣人都靠边站，所有的儿女都开始靠到旁边不敢说话。为什么？因为老爷子一生呢积功累德，德行厚，为人处事都做得非常的好，有德行，在家里呢不用说话，吭一声家里人都害怕。现在的老爷子都三纲倒了，有的老爷子到现在还吃喝嫖赌呢，儿子媳妇都看不起你呢，你三纲倒了，你别说你吭一声，我告诉你跺三脚别人都不理你，不管用了。
所以呢，老人呢要当好自己的老人，只有去积德行善，培自己的德，去掉自己的贪嗔痴慢，去掉自己的吃喝嫖赌抽，不良嗜好去掉了，你一身的正气，你回到家里，你儿女们都害怕，都听你的话，你说什么就算什么。所以老人呢，到了最后呢，还是要学会去积德行善，为自己的家庭呢，去多做善，多为人处事，我们的儿孙，我们的儿女将来都能得到人生的幸福。老爷子呢，最好呢是不要去管多了，也不能管，因为空嘛，空就是让你不管。你呢，最好的为自己好好的去修行。我们人老了，一定要选择自己喜欢的行业，比方说我喜欢念佛，就去找一个念佛的地方，好好的轻轻的去修整自己把自己的行为言行举止，一人成道，九主升天大家呢，只要找到自己的人生的方向和目标，我们呢为国家为社会多做好人，多做贡献，给我们的子孙做好好榜样，那就行了。我们不给国家添麻烦，如果我们养出来的儿女跟国家添麻烦，每一天在外头吃喝嫖赌，国家也麻烦，孩子也麻烦，我们这一辈子都没有当好一个好的父母，我们上对不起自己的祖宗，下对不起自己的儿女，那这一生呢，所以说就是白来到人世间。那既然我们这一生能够有这种机缘，有这种德行，听到老祖宗的智慧，那我们呢回家做一个好老爷子做一个刚正的老爷子，做一个正直的老爷子，给我们的儿孙做一个好样子，好榜样，将来为国家为社会，我们能出一份的力就多出一份的力今天的课呢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在座的家人们。还是一句话，我讲的好的地方呢，大家能够受益的地方呢，那是我们的王凤仪老善人的智慧，是我们的老祖宗的智慧，孔老夫子的智慧，跟我没关系。那讲的不好的地方呢，都是莫学呢，学的不好，悟的不透希望大家呢多多批评指正。谢谢，谢谢在位的家人。那祝愿我们每一个家人都健康长寿，我们每一个家人都快快乐乐。谢谢。为了天下的和睦，默默无